大家好，我们来看，我们这个 LED 灯的灯线断了，看，掉了，从焊点这里断开了。这个时候我们怎么修呢？我们没有电烙铁，怎么来修呢？也有很多的朋友遇到这种情况，直接把灯扔掉了。所以不能因为这么几块钱的一个灯，再花几十块钱买一个电烙铁呀。那么今天呢，我来分享一个维修的方法。我没有电烙铁，也可以把这个线接上。大家跟我来看，我们把这个灯条给抠下来，看，把这个灯条弄下来以后，把这个线往外抽一点，看了吧？因为它这里面都有富余的。当我们抽出来以后，看，这个线还能出来，所以在这个时候。我们找一个东西压住它，我们只要花2块钱买一个打火机就可以修这个灯了。我们来看，看朋友们。2秒钟，特别快速，特别简单，就接上了。如果你觉得这个方法不实用的话，你还有更好的方法吗？欢迎大家的评论和关注，再见。